球，厨房打得扎实，有点手过去拦到郑兆航，接得精彩，传往内，相当精彩的一个美记手背没收掉了，恰巧的一支安打，结束了在三局上半相对进攻。这球出棒打成在右击方向，有手接到 power 嘞，再往一点送，哇，郑兆航的手背啊，前个半局接到彭振明强劲的反弹球，这时候而让右侧的那个 double play 有硬是被他拦下来，把那个安打给没收，那这个弹跳呢也提前做一个处理的一个蛮稳当的，提前处理哈、收拾。